如果一个政府公务员明知一个刑事案情的真相却知情不举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不但知情不举，他还帮助嫌犯签保画押，你协助他隐瞒真相，欺骗国家司法机关，你达到可以挪用国家专项投资基金的目的。你是刑事律师，告诉方姐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开除公职。 开除党纪，与所包庇的犯罪嫌疑人同案查办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吗？怎样的知情不举？刀子是无辜的。是，他自由了。吴宇也是无辜的，并且什么病都没有，至少他现在是个正常人。 正常到可以坐在吴雷的计算机前运作软件程序。那凶手是谁？是谁？吴雷是吗？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该怎么办？除非吴雷能够瞒一辈子。他瞒不住，王亚手上有证据。你们这家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我不是他们家的人，你是。 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在司法机关将真凶绳之于法之前，你向组织坦白、指证。让我揭发他，我做不到。可是你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是我的朋友。再说你的官司已经结束了，吴宇也是无辜的。 刀子是你的当事人，只要他清白就行了，其他的事儿是另一个案子了。也许，可是我不希望另外一个案子开始的时候，你会让我做你的辩护人。 我需要你，你现在就去向组织坦白。到立案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你和刀子不一样，你们都和刀子不一样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，你们一直都在欺骗我。 15年，定期探视，你满意了？小雨应该回家的。保外就医很难。不难，只要他不帮吴雷解开程序就行。你不上去看看？不用我上去。
小雨要真爱我的话，他在电脑前就什么都不会做的。如果他真解开了，他更爱大哥。你错了，小雨知道只有我能让吴雷去坐牢。如果他真解开了，他就是正常人，保外就不用了。我会把东西交出去，接小雨回家的。你够狠的。哥哥是亲的，弟弟也是亲的，凭什么让小雨去坐牢啊？带走吧。是。等等。小雨啊，这是大哥的公司，啊，你好好看看。来。这是你自己编写的程序，还记得吗？哥全靠你了，小雨，来呀，小雨，你再看看小雨。检验主任怎么搞的？让一个精神病人来运作程序，儿戏吗？自己也不来。带走。是。等等等，再给我点时间，他能解得开。吴总，这个程序项目经过反复考证验证，根本是个错误的设计。别说吴宇办不到，谁来做，最终只能是失败的。小雨，你就这么看着大哥的公司完蛋吗？这个项目已经完了。我没完。你说了不算。不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大哥，帮我。小雨，你不帮大哥了，小雨，这个项目停掉，我们认了。带走。不，我不认。哎，大哥，从今继续啊！你不能带走，放开他，放开他，这是我的血汗呐！小雨，回来帮我给姐姐的程序。小雨，你救我就救到底呀，救我！你放开我。吴总，你别激动。如果再这样，我就报告你妨碍公务了。
崔队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情况不清楚。 现在正在东方公司21层楼顶，别过来！你要过来的话，把他变成两半儿。大嫂，别动他，你动他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。吓唬我！我今儿就没打算活着。等等，你别胡来，我告诉你，抢我的女人，我就得让她死。 你别怕，我先过来。你不许叫的！你们新婚大喜，我来祝贺你们。大嫂，你把小雨放了，换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是上辈子欠你的了，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？ 你和别的男人在一块儿，我就受不了。我跟小雨在一块儿已经改变不了了，他是我丈夫，你受不了你也得受。你再说一遍！我爱小雨，你受不了也得受。我不受，我不受，我一斧子下去，他就没了。你敢！ 王燕，你不要逼他！你不是想要我吗？坦吧，小雨。
小鱼死了，咱俩不可以在一起了吗？是不是？ 怎么就会喜欢你这样一个男一块死吗？啊！我可以成全你。啊？谁都怕死。你才是一厢情愿，他不敢跟你一块。 只要能跟燕儿在一起，不管去哪，不管死活怎么着都行。哎，别忘了把你燕儿绳解下来，免得把你给捎带下去。只有我和燕儿一起死，没你的份。过来，过来，他是冲往燕儿去的，过来。我今天要是来杀他的，大哥，你听见了吗？他是冲我来的。 二哥，小雨，对不起，我没疯，是装的。但是我觉得装的值，不为别人，为自己。燕儿现在是我的了，她是我老婆了。你再说！大哥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我刚才已经把程序的解码输到电脑里了，你只要按执行键就可以。我当然知道公司不能倒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做。 小雨啊，哎，刀子，你放了我弟弟，啊，我项目正常了，你要多少钱都行，随便你开口。你怎么不明白呀？他如果是为了钱，就不会来找我和王燕了，对不对，刀子？我要王燕，不给。他本来就是我的。不是。 我劈了你！别光说动手啊！小雨，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。
松手了，跟他们同归于尽。会不会死？不会。上不来，我们也永远在一起。好，永远在一起。抓住我的手。我抓住了，我再也不放开你了。我别再说了，不闭嘴。老子，你把手松了吧，你累不累？我要你活着，我要他死。你太累了，你让我也太累了。你要让我活，你拉小雨上去。为什么你总要这样对我？拴着呢，死了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大嫂，求你了。求我？我求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？求求你把他拉上来好吗？大嫂，王艳，你对我真的太不好了。小律师让我从今做人，我也想啊，我做得了吗？还，刀子，我什么答应你？好，燕儿，你要是答应我，不再回吴家，跟我走，做我的女人，我就拉得上来。我答应，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啊，听见了没有？他说他要跟我走，求求求求，你把他拉上来，我求你了。你说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我是拉男人。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你们听见了没有啊？他说他是我的女人了。是我老婆了，我是小雨，我们终于是一家人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小雨，我求你，大哥，那个硬盘的事，小雨，别松手，我的
小雨。我是吴天宇，吴老师，是我。哦，兰芳啊，今天吴雷让我回家替他向王燕要硬盘，那个文硬盘就是他杀张长青的证据。王燕他愿意给我，可我不能拿，我不能再对这件事置若罔闻。你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必须去检察院检举吴磊，为了救吴磊，也为了救我自己。您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，吴老师。你要多少钱你才不擦？老板，您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为什么非要和这块玻璃过不去呢？是你们跟我过不去，不值那块玻璃。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。拿着。这里边有200万，密码12345，在街上任何一个银行都可以提取。200万不许擦那块玻璃，拿着，你拿着你。真的？滚蛋！你到了吗？到了。硬盘带了吗？没有。跟你一块来的人是谁呀？检察院批捕科的。Thank you.
哎，你怎么不干了？等会儿去银行，要是卡里没钱，我他妈把他几面玻璃全砸了。王艳疯了，她住进了精神病院。萧宁由于工作上的原因，也离开了这座城市。痛失儿子，从此沉默寡言的吴天宇，倒是从不间断地去精神病院探望王艳，每月去一次。吴宇不在了，吴磊不在了，吴刚因为违反纪律被调离了刑侦科，半年后，倒成全了他和崔华的婚姻，吴家大院，总算又多了一个女人。
尽量学会让自己不再崩溃。爱来了又退，心慢慢憔悴，只有雨在为我拭泪。尽量学会让自己不再崩溃，我不能拒绝，我不能后悔，我不能再一次为你崩溃。一旦我的世界被你轻轻一推，再多的泪水也无法防备，我不能后退，我不能反悔，被你无情摧毁，再多的泪水也无法赎罪。爱不是可以体会，爱不是可以判决，爱不是幸福的罪。我不能拒绝，我不时间被你轻轻一推，再多的泪水也无法防备，我不能后退，我不能挽回。